我觉得大家等了那么久，终于我可以跟你们分享这首歌曲，我真的觉得大辛苦了啊！但是现在终于可以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享受，因为我也很开心可以跟你们分享。这首歌当初是狼殿下第一个预告，他需要一个音乐，然后能够表现这个剧想要表达的一些精神。那最早其实就讨论说，我们配乐的做法其实要大气啊，有电影感，然后符合这个剧其实有很多一些实拍的景啊之类的，所以这一点不能放过。但是在一些感情的部分，其实蛮需要像歌曲这类的有人声的东西来聚焦这样。所以就结合这两个元素制作了这个量身定做，等于是为这预告量身定做的一首歌。但是后来真的很受欢迎，所以我们又把它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完整版。那这个歌的关键，我觉得其实除了后面的编曲之外，就是需要一个很会唱的人来唱。那 Vivian 卢苑怡刚好很适合这个角色，我觉得到后来整体的成果其实非常好。第一次看这个剧本的时候呢，其实我发现里面三个角色，就是摘星、博王还有吉冲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也让我非常的感动，就是他们会愿意为着自己心爱的人慢慢的付出，这样一直在他们的身边。那而且他们会在心里面一直承诺着对方说，我不会放手。那所以第一个我第一个很快的想到的歌词呢，就是 Never ever wanna let you go， 这样子第一句就真的就这样出来。到了 bridge 的时候呢，其实我就想要设计一个告白的方式，因为我有看到剧本里面，就是其实博王跟摘星他们都很多话想对皮子说，但是就是说不出来。那我在那个时候呢，我就想说放一些真心的话语在里面，这样子，所以我就这样用来表达。尤其最后一个关键字就是 stay 这个字，因为我觉得啊，就是不管在打情骂俏的时候，还是生气的时候，其实他们真正想表达的是，你可不可以就留在我身边，让我好好的爱你，这样子。所以那个 stay 我还特别用了一个气音去代表这个遗憾。今天我们终于都大家可以一起享受这一份感动，这样子。那这几年来，我也累积了自己很多的创作啊，我希望很快的可以带着自己的个人创作专辑来跟大家见面，希望到时候大家多多支持，谢谢。